嗨，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稍微讲一下 Vortex。Vortex 这个品牌，它2004年的时候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成立，然后它在我们玩家里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是真的美国军警单位在使用，它是真的上过战场的一个瞄镜品牌。然后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计划叫做 Expert Voice， 就是专家的声音这种使用者回馈的计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现役或是退役的军警人员的话，他们会给你折扣或者甚至免费给你他们的产品，让你来做评测做使用。他们跟军警单位的合作是非常非常深的，那这个就是反馈到他们的产品上面，他们的产品是真的经过军警单位那些人员的使用，然后真的经过战场上面恶劣环境的测试。然后今年比较有名的新闻就是他们跟美军签下了合约，就是要生产下一代的那个班用武器 NGSW，就是那一颗瞄镜非常夸张，他们把现在所有的科技都融合在上面，然后做得非常坚固耐用。那我们酷外现在会有的产品就是他们的 Radar， 然后他们的 Prince Scope， 跟这个 Rifle Scope， 还有少量的衣服跟帽子。那这些东西就是当然你在官网上面看到了，我们都可以帮你订货。我如果你在官网上没看到，可是你在Vortex 他们的产品介绍里面有看到，你也可以过来就是询问我们的客服或者问我们的门市人员，我们可以帮你想办法跟他们采购。当然就是那个等的时间就会比较久，因为它毕竟是从美国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拥有一颗真的上过战场经过考验的真品镜的话，那就打开我们的网站去逛一下吧。